你最喜欢立顿水果茶的哪种口味？热情巴西口味蜜桃芒果红茶了。比较喜欢收工后一个人在家里看书休息时喝果茶，还是和好友聊天聚会的时候喝？一般就是喝茶这种，就是应该是我平时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一起喝比较深。高考结束后的假期会选择宅在家里还是出去旅行？会选择旅行的时候宅在酒店里面。你的颜值、身材和演技如果只能留一个，你选哪个？这个问题很难啊，搞得我都紧张了。如果要选的话，我会选择都要，比较贪心。最想对粉丝说的话，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呗，然后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不同口味的茶包，觉得哪个最像你的粉丝？那我的粉丝肯定就是热情巴西口味蜜桃芒果红茶了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热情。如果你要调制自己的无忌茶单，你会选择什么材料？我喜欢的水果特别多啊，什么芒果啊、猕猴桃啊、哈密瓜呀、苹果啊，都挺喜欢，应该都会加进去的。对，